现在是早上8:30，上班早高峰，车流行进的速度可能会稍稍缓慢，多一份耐心，多一份安全。快乐104.2，保定交通广播。元盛成发集团为您报时。北城集景，层峰所向，嘉禾直隶新城绿亭特推出现房大平层，建面约158平方米、163平方米、178平方米、210平方米，宽境大平层，甄选品牌铝包木，大师级匠心园林，品质实景作品，毗邻北师大保定实验学校，五证齐全，选择嘉禾直隶新城绿亭，开启品质生活。实景准现房火爆销售中，电话03128638888。燕南赵北，京畿重地，立足交通，服务百姓。这里是 FM104.8 兆赫 ，AM747千赫，保定交通广播。保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权威提供 AM747 FM104.8 保定交通广播独家发布，全市道路全方位监控，1048警方路况。8:31，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身段的警方路况，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黄娜。黄娜你好。主持人你好。绽放新颜值，跑出加速度，横翔大街71路路口北侧北向南。